哇，前面这是个啥呀？油菜花都结籽了，油菜籽。今天难得一个好天气啊！我们虽然出不了远门，但是我们可以到附近这个山上去看看。春暖花开。哎呦！哎，鳄鱼啊！哎，鳄鱼啊！鳄鱼啊！哇，这里风景好漂亮啊！我们赶紧多看看，多拍一点。回家以后，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了，然后可以留作纪念。回头再看一眼，就觉得哇，真好。嗯，是好。回去的可以看看这些视频。我们这是在哪里啊？啊？我们这是在哪里啊？看，像这个罐子，在我们那里，人家就会种那个猪肉啊，这个嘛的呀。嗯，来了。那个小狗叫钱多多。钱多多。Hello。他不咬人吗？哎呦，他都有智牙了呢。哇，钱多多都有智牙了，害怕人的。智个牙。咱们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反正就是来看看。到山里了吧，不用戴口罩了吧？哎呦，都没人呢。哎呦，一个人没有，不用戴口罩了，闷死我了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这个是啥呀？这个。这是大坝吗？这个是啥？这么大一个大坝，可能是山上的发洪水的时候可以从这引流吧。你爬不动了吗？鹅卵石，这里还有个美人。这哪是山？那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个平原哎。我感觉我们上当受骗了。啊。这不是鹿吗？爬到壳子。回家。走，回去。啊？回去吧。我这里有菜，有菜籽。嗯，这个可以压出油来的，而且油特别多。可以吃吗？这个不能吃，不能弄，弄的这一两油。一两油啊、嗯？一两油没了。没山了吧？我也感觉没山了。这可能是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小孩，真好。小时候离着这样骑的，我帮你推着，我帮你扶着。我帮你扶着的。我帮你扶着的。我帮你扶着的。那不是小狗鸡吗？小狗鸡是什么？是一个野狗啊。啊？山上很多，山里。在哪里的？哪里啊？这葡萄一看它没一样的野狗。在哪里啊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这哪是个山呀？那边。过这个马路过去还没到是吧？我的妈！这样不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。不是那个叫什么？这样子那个音乐。叮叮叮叮好热呀！把我都爬累了，爬热了，我外套脱了，拜拜。把哥的外套拿着。
我的外套还没人拿呢。大姐，我真佩服你，怀孕了带我们来爬山。折折运动运动挺好，在家里躺了几天了。起来动动啊！起来动动，起来动动。你看你老公跟你阿姨迈在前面跑了，我陪你。快，你跟我一样大胖子跑不动。哦，哈哈哈哈，你俩两样大胖子。对呀，这个里面就好多人家呢。哪来人家的？不知道，他家五姨家老家就是在里面。龙哥五姨家吗？他在里面看了，他家房子还在里面。真的假的？这里面啊？倒了。荒山野岭的，这个这里面还住人？我的妈！我去看看，我探险去了，大冒险。不过这里真的挺美，乌云飞着。哎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看着吗？这想像啥吗？什么？前面像探险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啊，是来，不是哎，啊，那叫怎么说来着？我一龙啊，叫那个叫什么？荒野求生。对，荒野求生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抓紧找水啊！啊！渴死了，打电话了。那水去拿去，那不要了。好渴呀，这是。歇歇。不用歇。放你去。我媳妇怀孕了，她不是很神奇吗？咋了哈？这地方反正又不脏，随便坐一下没事吧？呀，偶遇了，你们这干嘛呢？走累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走啊，走啊，坐休息。我后面那群人都走累了。哎呀。我继续我的探险之旅啊。这上面是个啥呀？我马上到达山顶。哇，前面这是个啥呀？你看这里还有什么雀儿的叫声，这是啥呀？这里该不会真有人住吧？前面发现了一个房子，那这里唯一的一条路，这就是这个路。我不知道这里还住人没有，这应该荒了吧？应该没有住人吧？哇，好害怕的感觉，还有回音呢。这房子应该没人住了。啊，就我一个人在这，他们在这休息。
前面发现了一个房子，哇，这里面以前真有人住哎。那旁边有条山泉，这应该属于山泉河了。这里面不知道有鱼没有。这个房子要弄个院子，然后就跟那个电视剧一样。